Everyone, this is part two of There is Nothing Ordinary About a Vending Machine.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很酷炫的 Vending Machine.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在上一段 we've talked about you can buy Porsche or Ferrari in Vending Machine. 好，你们上次我们讲到，哇，你可以在那个贩卖机里面买到 Porsche, 保时捷啊，或者是法拉利啊，非常酷炫。那我们继续来讲更酷炫的东西。Please turn to page 90.第九十页 If cars from a vending machine don't impress you, how about human hair? 那如果 from, 好，打括号的地方叫来自贩卖机的车子啊，这个车子啊不会使你印象深刻。好，同学 impress 的用法，主词放东西，受词放人，好，就是什么东西没有使某人印象深刻。 How about, 好，表示提议，后面直接接名词。那么什么东西怎么样呢？那么你可以买人的头发呢？你可以在贩卖机买人发呢？你觉得怎么样？ A businessman in Philadelphia makes machines that sell hair extensions. 好，然后有一个商人在哪边呢？费城。好，费城在美国的东岸，在波士顿下面吧，我记得应该费城在东岸波士顿下面，然后那个纽约下面一点，然后在华盛顿上面一点，在 Philadelphia, 在费城，就是那个 Rocky 洛基啊，打拳击那个洛基的故乡。好，然后这个有一个生意人啊 makes machines, 好，那个他制造出了一个贩卖机，然后呢 that sell hair extension, 他卖接发，头发拿来接的那个接发。那接发长什么样子，你看一下90页啊，就是这样一束一束，然后把头发接上去这样。 He sells mostly ancient and Brazilian hair under his own label. 好，那他卖大部分是 mostly 大部分，他就是 mainly, 他大部分卖的是亚洲人的头发，还有巴西人的头发，那他欧洲人的你们可能就要还要再稍待片刻这样。 Under his own label, 在他自己的品牌， label 就是品牌，他的品牌就只有卖这两种。好， If you want to try these products, however, you'll need deep pockets. 好，同学前面讲卖头发，后面讲价格，所以同学前面后面讲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用 however 语气转折。如果你想要试试这些 product, 这产品，你需要 deep pocket, pocket 就是你的口袋，口袋要够深啊，好，同学就是要够有钱啊。Money, most people require at least 3 packs of hair extensions, and the prices range from $65 to $200 each. 好，他说大部分人 require 就是需要 at least 至少，他的相反就是 at most 至多，至少需要三束的这个接发 hair extension. Extension 就是延伸物。头发的延伸物啊，就接发啊，它需要三束接发哈。那同学，我们这边的 pack 它可以有很多种意思，比如说像 a pack of gum, 它可以当包，一包口香糖，它可以当一副 a pack of cards, 就是一副纸牌，反正 pack 它有很多种意思。那这边就是束，三束头发。然后呢，这个价格啊，价格 range from A to B, 从 A 到 B, 这个范围是从65到200。我想它讲的是美金哦，同学，你自己再乘以30，从 A 到 B 价格不等啊， each 就是 each pack, 每一束哦，同学啊，如果你要三束你就要乘以三，所以那个价格乘以30再乘以三就变成台币了， NT dollars. Of course, the things most of us get from vending machines are not unlikely products like cars and hair, but high calorie snacks and drinks. 好，同学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句型， not A but B, 同学 not 后面打叉， but 后面打勾，不是 A 而是 B. 好，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啦，这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括号的部分是形容词，修饰先行词东西。我们大部分人 get 得到 from 从贩卖机得到的东西 are not unlikely。同学，这个 likely 叫可能的 ，un 带符号，所以 unlikely 叫不可能的哈。不太可能是这些不可能的商品，什么样的商品呢？好，同学 ，like 后面举例说明，你这个 like 也可以换成 such as, including, inclusive of, 好，自己背哦。说明什么呢？好，这些不寻常的商品，像是车啊，谁会没事去贩卖机买车啊？好，我也想要去买一下，或者是买头发啊。而是，好，同学 ，but 后面打勾，你在贩卖机当中买到的有可能是 high calorie 高卡路里的零食。
还有饮料，就是你吃一吃会变胖的那些东西。That's why these machines have an unhealthy image. That's why 后面接句子，那就是什么什么啊？那就是为什么点点点，那就是为什么这些贩卖机啊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形象。同学 ，un 带负号，所以 healthy 叫健康的形容词哦，加了 y 是形容词哦，然后 unhealthy 叫不健康的形象。大家想到贩卖机、啊、就想到啊垃圾食物啦，大家不会想到说哇你可以去贩卖机买 Porsche 这样。 Some people are working to change this， 好，有些人正在努力设法，叫 working 不是工作哦，是努力设法 to change this。 同学这边的 this 就是上面讲到的 an unhealthy image， 好，同学你自己画个线连起来。第二次听到用代名词。In Chicago, a machine provides a 25-second delay on giving out certain items. 哇，他们就想想办法，有人很聪明，在芝加哥好地方，我们括号起来。但是加哥啊，好这个贩卖机啊，它提供了25秒的延迟，就是你投币下去啊，你要等25秒，东西才会掉出来。哇，等那么久，要是我就不买了。好，它提供了25秒的延迟。好，同学这边一样哦， second 是秒，前面加了25，中间加个短杠，它当复合形容词，它是形容词修饰后面的 delay， 它所以呢那个 second 后面不可以加 s， 没有形容词加 s 的。你有看过 beautiful 后面加 s 吗？ beautifuls 吗？没有，形容词不可以加 s， OK。 所以它提供了25秒的延迟服务。 on 在哪一方面？ on 是介系词，所有介系词后面动词 ing 自己圈好。他在 give out 好给出特定商品的时候， certain 就是特殊商品的时候，他会延迟。那哪些商品呢？ The buyer can receive healthy snacks like nuts right away but must wait longer for junk food snacks。 好，他说差别待遇，他说这个消费者他可以 receive 拿到，就是 get， 他可以拿到健康的食物，像是什么呢？同学 snack 是总称啊，然后那个 like 后面接细项，举例说明，像是 nuts 坚果类啊，腰果啊，好杏仁果啊，南瓜子啊，好那些就是坚果类。Right away, immediately， 好就是立刻马上。但是必须要 wait for， 好 wait for 叫等待 ，longer 要等的比较久。好，如果你买的是 junk food snacks， junk food 垃圾食物，垃圾食物的点心 snacks 的话，你要等久一点啊。它目的就是不要让你买垃圾食物。那很简单啊，你那个贩卖机里面就不要放垃圾食物就好啊，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好 ，The aim is to give buyers time to change their minds and go for a healthier choice。好，那他说这个目标啊，好 ，aim 就是 goal 目标 ，is 就是等于。目标就是什么呢？好，后面用 to 加原型来补充说明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要给好给那个消费者比较多的时间，先写人再写东西。Give buyers time 做什么呢？好 ，to change their minds。同学动词碰到动词中间加个 to， 要改变某人的主意，叫 change one's mind。而且能够选择，同学这两个紫色的字都是当 to 后面的原型动词，那因为中间有个 and， 所以要对等，前面如果是原型动词 give， 后面也要原型动词 go， 可以了吗？ go for 就是选择 choose， 它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改变食物改变选择，然后呢能够选择 a healthier choice， 改变一个去选那个健康食物啦。Choice 就是选择。According to recent reports, the future vending machines will be even more intelligent. According to, based on 后面接来源，根据目前的报道，最近的报道指出，他说未来的贩卖机将会更加的聪明。Intelligent means smart. 同学有几个字，它后面修饰比较级 FESM， 你要当顺口溜一样背起来。F 就是 far， E 就是 even。S 就是 still， M 就是 much， 很好记啊。F E S M， F E 好，你就把它当成口诀。F E 是什么呢？各位化学好不好？化学元素 F E 就是铁啊。好，那 S M 是什么呢？好 ，S M 就是你脑袋中想的那个东西啊。好，所以同学 ，F E S M 这四个字叫更加，后面修饰比较级，可以吗？好，所以后面的 more intelligent。未来的 vending machine 更加聪明。Some machines now in production can us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哇，他说现在正在制造中的叫 in production， 正在制造中的一些贩卖机，它可以使用脸部辨识系统。哇，这个厉害 ！Facial 脸部的 recognition 辨识的 technology 科技。
they can identify and greet users, remember their preferences, and even refuse them certain products. 哇，这个机器很聪明哦，他们可以辨识 ，identify 辨识，而且他们可以跟你打招呼，哈 ，greet users。他们可以做三件事情 ，V1、V2 and V3。好，所以同学这三个动词要对等，什么意思呢？它都写在 can 的后面，所以是原型、原型 and 原型。哈，这个机器它会记得你的偏好，就是它依照你的偏好啊，好像你使用的手机啊，它推荐给你一些歌单啊，推荐给你一些书啊，哈，就是这样。Preferences 就是记住你的使用偏好。而且甚至，好，同学表示程度，前面两个还不够看，后面更厉害，所以我们用 even， 甚至会拒绝某人一些产品， certain product， certain 就是一些东西，哪些呢？ For example， they won't give out cigarettes or alcohol to children or junk food to an obese person， 例如 for example 就是 for instance， 后面接句子，例如啊，他们不会给什么东西 to 什么人，好，东西就是 cigarette 啊，香烟或者是酒精啊，给小孩子啊，或者是把垃圾食物啊 to 后面接人，给一个肥胖的人 an obese person， 好，他用你脸部一扫啊，就表示你的脸，表示你的脸太圆了，好，体重太重了，他就不卖东西给你了。Some people might find the idea disturbing, but for better or worse, smart vending machines could soon be part of our everyday shopping experience. OK 啦，好，说有些人呢、啊、会发现什么东西怎么样。Find 的用法打三颗星，我们等一下有文法小教室。Find 后面接受词，再接受词补语，哈，发现这个想法非常的令人困惑 ，disturbing。为什么用 ing 呢？因为 ing 修饰前面的 idea， 哈，同学 OC 就是受词补语，补充说明受词，它的受词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令人感到困惑的，哈。你只要是令人点点点，后面就是 ing， OK？ 他发现这个想法令人困惑，但是啊 ，for better or worse， 哈，不管是无论好坏，就是你的片语。他说聪明的那个贩卖机啊，好，很快的 ,soon 就是很快的成为 be part of, 成为什么当中的一部分。Our everyday shopping experience, 成为我们每日购物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学注意一下，最后 everyday 合在一起当形容词叫每天的。好，同学你 everyday 分开它是副词 ,I study everyday, 时间副词摆句尾 ,OK, 好，小小的地方注意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的文法小教室时间，好，同学你如果你想要补充说明的话，好，那你就 make a pause， 然后你就暂停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好，这个受词补语啊可以有名词 ving 或是 pp， 它到底要用哪一种呢？你要看它的受词，好，如果同学你看紫色的，它的受词是 Tom， 好，啊 Tom 他们是谁呢？ a troublemaker， 好，制造麻烦的人，好，修饰 Tom， 好，所以他用名词。那同学蓝色的呢 ？Found him sleeping， 哈，发现他正在啊床底下睡觉。好，这个动作正在发生，是谁？是 him， 哦，他正在睡觉。好，所以是 ing。好，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橘色的 ，find treasures， 哈，它的受词是 treasure， 宝藏，宝藏是被埋起来的。好，所以同学他用 pp buried， 好，蛮简单的啦 ，OK 啦，好。